流萤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怎么总闷闷不乐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又在偷看画本。是啊，我在看画本。以后不许再看了。嗯，对了，你还记得我志远表哥吗？他来京会考，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了，娘把他接到府里休养，说你最细心了，让你去照顾他。是。